枸杞的最佳搭配，快进来长知识啊！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用枸杞来调理身体，达到养生的目的。但其实啊，用枸杞泡水，它作用呢是比较单一的，就一个枸杞子的作用。今天我就给你来搭配一下，你喝了以后啊，会把枸杞发挥到极致，一定会来感谢我的。春季的时候啊，枸杞可以搭配上黄芪来增加补气的作用。春季其实是一个生发的季节，而初夏的时候，枸杞可以配新鲜的桑葚一起来喝水，加强了补肝肾的作用。长夏，也就是比较热的这个夏天的时候，枸杞呢可以配玉米须来增强了利尿解暑的作用，一起喝会效果更好。秋季的时候，枸杞可以搭配上百合，能够起到一个滋阴润肺的作用。冬季的时候，枸杞可以配桂圆，增加滋补肝肾的作用。记住啊，以上这些配伍，枸杞所搭配的这些能吃的食材，包括枸杞和这些桂圆呀、百合呀，一定都要吃掉啊，别浪费。